一二拉扯，再拉扯，再拉扯，他飞轮是有的。哎，不，压力，哎，飘。来，我们先看，我们把那个视角关掉。来都来了。一二环绕一个喷一个喷，哎，我感觉我还不如直接打一刀呢。对呀，行吧，至少第一个喷交了啊。一下吧，至少你压啊，不要压，不让他不敢在这个板子待着，这样他就会往空地走，往空地走我就可以跳。哎，那我想请问一下，如果他在这个板子待着怎么处理啊？一直贴着这个板子踩嘛。啊，我喷了一个喷，哎，我感觉我还是可以直接出刀，那没事了。三，像这种我们杀这种角色呀，要求不高，我们独秒，我们哪怕就是闪现击倒也是没问题的，给你，独秒也要存在感的，就是60秒击倒也可以，不着急。这种角色就不要求快速击倒了啊。哦，他还有个大喷，我大喷，要喷了。要喷了，我不想闪现。二三，我的个天哪！这个闪现准备留着吗？留着，因为技术手过来乌逼了嘛，你节奏慢。啊，好的，来了，是飞轮吗？没有飞轮，我想怎么玩，签了再说。好，没打下来，我们点了快签了。聂西的有一个优，聂西博弈的好处就是啊，签的快。现在快点个快线，这边压力很大。看一下天赋啊，天赋的话带了抗性和困兽。快线打击球手是一定要带的。好，前锋打前锋带了会更舒服，因为本身签的快啊。什么牛仔啊，野人啊，其实我可以打的，算了，不打了。哎，你这边如果说闪现打他一刀，他来救人好像也救不下来吧？就我没有点那个狂暴那个擦刀速度，不要赌。没必要赌，这不他后贴椅子压力也很大，因为他带的是搏命嘛，就他带着飞轮嘛，对他也没关系，因为我们有双刀能力。那这个局讲道理打到这个层面，是不是已经锁定平局起步了呀？来了，他们过半了，平了，抓住，看他不敢去，飞轮，飞轮逼出来。好，我们这时候不要直接掏，跳 CD 走位，走位，一二三，好了，完了。哎，没跳。哎，导师，就是我的二阶还没开出来，我要被击球手痛打了，怎么办呢？怎么办呢？我怎么办呢？我要被击球手痛打了，再给我保平，红倒是赢不了啊，因为他们击球手半天没修机子，不过我这波存在感没有了。两种方式啊，这么着，你回去先挂飞。对，不过还好一点，就是这把你有底牌，相对来讲开门战的能力会强一点。为什么月亮河是优势呢？因为月亮河允许你带底牌嘛。啊，这是最关键一个点，其他地图推荐，因为带底牌的不舒服。前期的节奏太差，还是压好了，开了再说，把板吃了，一分，飞了，控制攒体力就行了，拖个，先切了，三二一，好吧，哎。应对这些板子都是就是就有机会抽，没机会就是等他下板子以后跳，是不是？对。哎，空闪还是太亏了啊！再修吗？再修。这就开始拉扯了，把传送 CD 拉扯出来。二十年。三、四、五、六，好。拖，我们要把传送拉扯出来。好。然后这时候他先知道开台新的。用残局，用残局能打全残就要打全残，因为这样你有一个守尸的机会。你看他们要补状态，不要补状态，其实不补状态也行，我们就慢慢用跳杀嘛，在中残区。好嘞，三二一，球好了，球好了，走地过去，再交球，不球了，不球了，一二，之后他过来救。他过来 OB， 坏了，我忘了我有一个那个什么 buff， 不过没关系。肉先知开台新的，我们传送好了，听我说就是拉扯，我们要给那个前期那把闪现来找补。飞轮，飞轮，让他处理他，
球要不要也踩踩了吧？踩了吧，对，踩了吧，消耗他，后面铺垫一下，好，他这会儿不敢打，你看这时候他的压力就很大，对，但是他们换位也不方便，换位会被拦，嗯，现在爆发也没了，他要开爆发过来那什么，他没有飞轮，他这波他就移到左掉我这个砸，好，嗯，好，哎，老一，好，哎，他怎么能没救下来呀？这是我跳完带着的，开了再说。好漂亮！哎，这兄弟没大心脏，拉扯出一个传送嘛，他还没有带大心脏，拉扯出一个传送，就我们这波压迫起身，因为我们有一个双刀能力。嗯，你看这种时候，而且还有底牌，这时候我们争胜面就来了。可以。当你压迫起身，这波开门战是一定能打赢的。他四个还是杀三个呢？杀四个还是杀三个呢？那必须得杀四个呀！来不及，来得及吗？应该是差不多，我感觉。哦。一二拉扯，再拉扯，再拉扯，他飞轮是有的，哎，不压力，哎飘，哎哎，行，没事，再等一个，体力够，已经是单练环节了，单练环节了，已经是单练，你看这种时候压迫，你只要让他远离交互区，这边没板子，没窗，哎好，他就没地方你，我大伙得在平均间可以。这把属于是什么呢？他故意闪控，给我们做个节目效果。